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应对武汉规定，蓄意配合，强调实验水平有高标准的生物安全。我们希望并相信，印度作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，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，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。 一贯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打自己的脚。